你觉得6岁开始学外语太早吗？我觉得6岁开始学外语，太早。那你几岁开始学英语和汉语呢？我6岁开始学汉语，我3岁开始学英语。你现在的两种外语都已经很不错了，对吗？对。那你觉得40岁的成人开始学外语太晚吗？我觉得40岁的成人开始学外语太晚。太晚，是吗？我觉得年纪大不是问题。你妈妈每天帮你复习汉语，现在她也会说一点汉语了，对吗？对，拜拜。